边那个第二个成员的单打开始。嗯。加州跟尖尖这场就应该好看吧。你们 A 比较强，他们刚结束嘛。他今天练了不来。练可肯定会晚一点的，我知道。他有时候，他昨天好像也晚了。你能叫他一下吗？那叫他，他就来看你打球。赢了就不跟他打，很早就输了，那你早点。我小组赛，小组赛。那你们小组应该会出现，我觉得。你们会出现吗？别的在外面开始打了。他球虽然，你注意他打法，他实际上没什么力，但是他那个落，他实际上挺好的。现在一边输了第一局。加州先拿下第一局，然后这边变输了。Everything. No, no, no. You guys still play. 他们你们有 five team, right? So the 14 all play. So yeah.Thank you.
家就突然出现这种状态。倒完，哦，刚好倒完了，杰森拿下了。